线上直播的观众朋友以及媒体朋友，大家午安。今天是1月22号，桃园市政府疫情说明记者会，一样的有郑文灿市长主持，卫生局王文彦局长列席。那今天刚好有亚旭相关的这个个案，以及整个自贸园区的一些相关的措施，还有桃园市政府将在社区做防堵的一些相关措施的讨论。那我们首先请郑文灿市长为我们说明今天的工作项目。好，今天有两个确诊个案，加上亚旭电脑的群聚感染的事件。那这两个个案我先说明一下，案18349，那当时是居服员的这个家庭有7位，六位确诊。那这位是奶奶，那她是在这个居家隔离期满，裁剪确诊，这是属于期满裁剪的确诊个案，那一样列为确诊个案。第二个是18348，那她是20多岁的女性，那么裁剪后确诊，那目前感染源正在调查中。好，这是两个这个新增的个案。另外亚旭电脑的位在这个远雄自由贸易港区内的这个工厂，那么有个群聚感染事件。那我来说明一下哈，这个我们昨天进行的裁剪1005人，那么确诊的部分哈，移工是63人，那本国籍有7人，那么其中哦14位那么在医院收治，那56位到集中检疫所。那移工的工作地区是在远雄自由贸易港区的加值区，那加值区有 A 栋跟 B 栋，那么他们的作业工厂是在这个 B 栋的3楼以及4楼，那么另外加值区的 A 栋的10楼有他们的作业仓库。那移工宿舍的部分有一个在远雄自由贸易港区里面，那一共住了209人，那这209人的居住形态是共同生活，那么以大房间的方式，那平均大概14到20几个人不等，不过它是一人一床的方式。那另外有7个移工宿舍哦，是在这个远雄自由贸易港区外哦，是在这个社区之中，那么有177人哦，这个住在移工宿舍。那我们这针对这个部分哦，全部都要框列裁剪，那也要加强哦这个部分的疫调。那初步的研判是，因为作业区的这个本国籍的劳工哦确诊并不多，那只有7位，那所以研判在这个餐厅或者是移工宿舍的群聚感染是比较具有可能性。不过我们基于风险考量，那包括餐厅共用的部分的员工，包括宿舍共用的员工等等，全部都要列为红区来裁剪。因此哦，那么加值区一共有34家这个厂商，那除了亚旭电脑那么停工，那其他的这个33家预防性停工一天，全部都要裁剪。那另外这个远雄自由贸易港区其实蛮大的，它有45公顷，那它是用专用道连接到机场的停机坪，那它有包括仓储大楼、货运站、物流区、这个加值区。那我们也在这个前进指挥所，这个因为它是属于机场的范围，那出入是要有证件，那因此哦，在里面设置裁剪站，那包括其他的部分也要裁剪。第一层是这个加值区所有的厂商，那第二层是其他的厂商。那因为这是我们桃园国际机场有3大货运站，有华厨、龙厨以及远雄。那远雄这一站哦，因为还包括了物流跟加值区哦，那因此厂商比较多，那因此必须要就地裁剪。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这个可能的风险都能够控制住，那这个部分由这个前进指挥所来负责，桃园市政府来协助。那我们要特别的是要调查移工的异地，他的这个足迹。
那移工在我们初步有调查出的足迹，在包括芦竹的南崁以及哦大园的果林地区哦，那我们设置了两个社区采检站，那开放给这个民众来采检哦，同时也针对哦包括像这个他们有参加的集会的教会也要通知采检哦。芦竹采检站是在这个芦竹东西路停车场，那大园三和天目篮球场也设一个采检站，那么采检的时间是从1月22号这个下午4点开始，那1月23号早上9点开始也会采检。那我想包括足迹重叠或者是有症状或者是觉得有必要的民众都可以来采检。那我们希望这一次的这个亚旭电脑的移工的群聚的感染事件，那么我们社区的部分要扩大采检来确保这个社区的防线。那当然这个有关亚旭电脑它的昨天在处理这个确诊事件哦，那么有部分的这个员工，那么在我们下达停工令之后，那么部分员工仍然有上工，一直有多做了几个小时，那因此这是违反规定的，那我们会按照传染病防治法那么给予处分哦。这个厂公司方面哦没有按照停工令哦立即全部停工，有部分员工哦一样的工作多了几个小时。好，这个是有关亚旭的部分。另外我来说明一下哦，目前桃园市的各社区采检站已经采检了54797人，那我想目前在前一波的群聚感染几乎都慢慢收敛，都在居隔的范围或者是在这个二采才采检出的确诊个案，但亚旭电脑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新的挑战包括这个移工具有这个群聚性，共同工作共同生活，那因此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扩大整个这一次的事件的不管是远雄自由贸易港区的厂这个区内的所有的厂商的员工采检，那另外区外的社区的筛检也是要同步进行，那原则上我们会这个区内由这个指挥中心所设的前进指挥所因为它是机场的范围，由他们来负责主导，我们来协助，那区外的就是我们社区采检以及社区足迹的部分，那桃园市政府的防疫团队会这个最快的时间针对区外的部分我们会把疫调完成。另外7个我们本国籍的劳工，那么目前同住的家人正在进行这个框列采检也要送居隔，这也一并说明这个本国籍劳工一样会有区外的这个家庭的足迹以及其他的活动足迹，那一样要做这个居家隔离。所以目前全案已经有70位送这个医院跟集中检疫所，323位居家隔离，居家隔离的范围还会再扩大以上简要的说明。谢谢市长的说明，那王局长这边也要补充。好，那接下来是我这边来跟大家说明三个个案的这个公共场所的足迹个案的案号是18139、18183、18221。那1月5号的12点30到下午的4点38大溪五世界大溪区仁善一街68号。1月7号的早上10点17分到10点26分，百兴实业社大溪区中华路369巷12号。1月10号呢，晚上的8点45到9点45，孙东宝牛排芦竹忠孝店。那1月10号跟1月19号2天，有个个案到宝雅芦竹南竹店。1月15号的12点30到1点30，南崁菜市场芦竹区南农街。1月16号的傍晚的6点到7点30，南崁多家教会芦竹区南福街100号。1月17号的上午，第一银行大园分行。1月19号的11点到1点，台贸购物中心。下午家乐福便利购南竹店。那如果市民朋友有出入相关的场所足迹有重叠的话，请自我健康监测。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是疑问，可以拨打1922或0800-033-35的专线，那会有同仁来为您做服务。那接下来是媒体的提问时间。那因为今天是这个自贸区雅旭公司的这个群聚个案，那有几个媒体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市长及局长。那因为早上有说明过，移工宿舍除了在自贸区里面之外，还有在外面还有其他的宿舍。那想请问一下，这几个地方会设筛检站吗？还是说这几个宿舍的这个移工要怎么样做筛检？那另外，移工是不是有很多的外包商，还是雅旭自己专聘？那目前的医调是否有发现这个跨区移动的问题？好，这个移工已经全数筛检。那另外这个外面的宿舍的移工他是住在外面这一次也都全数筛检。那如果还有其他的同住移工，我们也会安排筛检。那第二部分是这个我们正在进行移工的疫调，那他是否有支援其他工作，我们会调查清楚。那另外就市长以及局长的了解，那早上跟王必胜执行长开完会之后，自贸区里面有多少的公司要停工筛检？这一题我刚才回答了，那它是属于加值的区域，所以加值区域就是说它是自由贸易港区里面的加工区，那它有34家厂商，雅旭电脑停工，其他厂商预防性停工，来进行停工一天，进行员工的裁减。那整个自由贸易港区有45公顷，那么有包括了货运站、仓储大楼，这个仓储大楼也包括物流区等等，其他的厂商，那么员工也要安排裁检，所以在厂区里面设置裁检站。那另外，刚刚市长有说，有宣布这个雅旭停工，但是他们还多做了几个小时，这部分要裁罚。那今天有员工爆料说，其实在一两天前，公司内部已经有些同仁有症状，那也有做快筛。那这部分如果他们这个查证属实，如果是没有通报的话，这是否也有相关的法则？昨天我们要求立刻停工，那的确雅旭电脑那么有部分的工作，那有继续做了几个小时，那被我们发现强制停工，它才结束。那因此这个部分是违反规定的，我们会按照传染病防治法来处罚。另外，假如有这个员工所说的情形，我们会查明事实的真相，那么也会按照规定来处分。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想请问市长，就是在这个自贸区里面有这么多的厂商那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移工需要居隔，那想请问一下市长，那第一个是这个居隔人员的这个配后送的问题是由哪边来决定？那另外怎么样后送跟选择地点？那以及桃园市这边的这个加强型的防疫旅馆，那未来是否的设置的数量是多少？好，我来说明一下。这个是属于前进指挥所的这个管理范围，就是机场的范围，因为自贸港区是管制区，那必须要有证件才能出入。那这个是由王必胜执行长负责统筹调度后送的部分。那我也非常谢谢包括各县市的这个检疫所。目前桃园的这个防疫旅馆31家，那因为入境的回国民众非常多，那所以在这个春节专案都已经满载，31家都满载。那我们的集中检疫所，那也因为北部地区多半支援这个入境民众，那所以我们有大概有25个各县市的集中检疫所，那有运用在这一次的这个机场群聚感染事件，我们大概有将近现在居隔的人数是在721人因为有的已经解隔，那大概有将近1900多人是在各地的集中检疫所。那我也特别针对这个学校的师生，请教育局启动这个关怀专案，要跟这个在集中检疫所或居家隔离的师生要保持联系，要给予他们关心。那这一次
有部分送医院，部分轻症送台北的集中检疫所，那这个部分由这个指挥中心来统筹。那未来指挥中心希望轻症重症分流，那轻症可以住在这个检疫旅馆，那我们会在这一波这个检疫旅馆大概陆续会在这个春节初一之后，陆续的这个民众会陆续的离开检疫旅馆，那其中有三家愿意转型为加强型的检疫旅馆，分别有120个房间、150个房间以及有230几个房间左右。那这三家，那么要做备用的这个轻症的旅馆，那在春节后陆续会上线。好，谢谢市长以及局长的说明哦。那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1300整点新闻，我是黄品玲。从开始马上带您关心到最新的疫情消息。台北市今天新增一例确诊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 CT 值只有10。而副市长黄珊珊稍早受访时也证实，确诊者是一名家庭主妇，染疫原因是被从15号从高雄回台的台北的孩子给传染的。黄珊珊表示，由于这名个案 CT 值很低，18号有症状，22号才确诊。中间大约是有2天的间隔，而这2天的足迹传染度应该还是很高。社福团队是不敢大意，目前正在框列的采检当中，也带听到黄珊珊的最新说明。这一例的状况不是台北的确诊，是高雄的孩子回到台北来。那他回来之后有传染他的家人。那足迹的部分，我们昨天深夜知道之后，今天就采取大规模清消跟框列，所以现在应该是正在进行相关的作业。那这个状况，他的因为他传给他的母亲，那母亲的 CT 值是有10，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担心。加上他们在这之前就是二十，他